光线。Hello， 等一下。对对对，这样。早安，大家。现在还早吗？看来是要来赶报告了，没有，已经来不及，我已经做完了。Hello， 俊涵、浩宇、阿龟、负责人阿雄、卡丘、Listen、小易、福福猫、的瑞克维、福福猫、哪一哪？乌诺、Cody、西恩，大家晚不是晚安，早安。我这边长一个痘痘，怎么我现在是很狼狈？我现在很狼狈。抱歉，我刚起床，从床上起来大概十分钟，没有十分钟，八分钟。大家早安，有蚂蚁。夏天到了，好，我找到。对啊，我刚起床几分钟啊，因为毕竟十二点要直播嘛，就是提早个几分钟起来。头发梳一梳就好，时间分配刚刚好，没错，真的，这是我的睡衣耶。我知道你很常穿这件，只是我今天就是还没有。还没有想要哦，我找到蚂蚁园了，等我一下。嗯，我的杀虫剂嘞？穿裤子，大家放心。OK， 等一下，素颜素到一个素，抱歉有点黑啊。等一下，每次到夏天就会有蚂蚁从外面搬东西。好的，应该没有杀虫剂味道。好了，收到很可爱，收到很可爱是什么？是来画个底妆之类的。早安大家，早安早安早安！你们知道怎么我改直播时间吗？因为我上次讲过对，对，反正我就忘记时间，我晚上有事。没穿早就被 ban 了。我有穿裤子，是短裤，好不好？痘痘被遮住，他没有被遮住，他一直在很明显。喝酒中几点了，杨雄？十二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哦，太多了。反正就是十二点播。没有，我现在语无伦次，我不知道讲什么。
头发有睡觉的牙痕，你就是这边吗？然后他一直都这样子，一直以来。对啊，我现在不知道讲什么，就是刚起来的脑袋就是，我现在要干嘛呢？我也不知道哎、欸。我想用海绵，可是海绵没有沾水，那就只好用刷子。每次不擦隔离霜，就说别人就会说啊，你不擦隔离霜了吗？那我就觉得很麻烦。我昨天晚上，不是昨天晚上，我昨天也只有吃两餐吧，午餐跟晚餐。哦，但我有吃宵夜，所以健康有点肿。今天要开2点以后吧，我问2点开，等一下就跟他直播。啊，我真的吗？我今天预计直播到1点半诶、欸，我要播到2点后吗？我想说2点后蛮多人又可以。很久没有，诶、欸，我上次用我上礼拜。今天开的人不多吧，应该说一直以来礼拜六开的人好像都不太多，可是我觉得今天算多的、欸、老实讲今天的人数是多的，就是以平常来说的话比平常多一点点，两个远端联播唱歌，唱歌教学还是吃两餐，我、哦、很想吃两餐呢，我这样吃过之后就有点被吸引了，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吃泡面类的那种面体，现在很想吃。早安，大家早安，但都挤在一起，都长痘痘，还在吃泡面，这里有点干。早安哟，大家！先等我个，这几秒，大概一两分钟。但好像已经还好，好像还没有过很久。嗯，我的黑眼圈好重。有时候星期六只有我，不会不会不会，还有面面就。带我们两个，通常啦，就是8点后这样。哦，我那个痘痘真的是救命！我也想把它遮掉，可是为了他的健康着想，我不打算要处理它。对，为了他的健康着想。那个痘痘很明显，对啊，我那突然间长出来，我很久没有长在那里了。行，你不要再看它了。我等一下我就把它，好像也不能干嘛，我有擦药了。那讲的好像要养痘痘一样，可以去诊所打痘痘针，非常同意。不用吧，感觉很没有必要。没有，它就现在是不健康，所以我要把它养的健康，它就会不见了。好了，那个压痕几乎已经消失了，应该吧？
还是过不去、欸。我平常出门上学也是这个速度，但就可以比较晚起来了，而且我还可以省去化底妆的时间，就更快了。好，我要开始。你还没有吃？你还没有？你还没有吃中午饭吗？对啊。安学校有改线上吗？没有，我也好想线上哦。我希望连毕业典礼都不要办，就我们线上，好直接。没有啊，啊我就连粉底都没上啊，就是平常比现在还晚起。哪有？现在已经十二点了。但我昨天睡到几点？一两点吧。然后就有时候哎、欸、起来两点了，那我要吃什么？就发现那种什么店家都已经开始休息說，说、哦、啊我们五点才开哦这样子。我还没改线上，好想改。啊，台北很多学校都改了，可是我觉得台中不会改，基于什么？基于确诊的人数，好像还没有必要，就是修改。你是八分钟才起床啊？我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八分钟啊，早起八分钟。台中的绕境应该会改吧？现在幸福上在我。在我走，因为这是我妈帮我准备的、啊，她跟我妹出去抢票，应该现在回来了。发现真的太充实了，顺便不绑下头发吗？因为你们就会一直盯着我的痘痘看。救命！等我一下。你一定要出门前一个小时起来，为什么那么需要那么多时间？我就是很短的时间，然后有时候可能需要做一些比较长的准备，我就会迟到。也没有，不会迟到，我会用尽各种办法让自己不迟到。醒脑上厕所啊？啊？有需要那么久吗？醒脑是要去什么？去公司或者是在车上的时候来做的事情。所以你基本上要做的就是上厕所跟刷牙洗脸。嗯，那就可以出门了。有什么意外耽搁吗？还好耶。哎呦，我的早上第一节课通常是没有醒来过的啦，应该可能是第二或第三节课的事情了。第一节课当然是要补眠了，然后准备迎接中餐，哎，要吃午餐嘞，然后就很开心。然后今天已经过了一半，太好了吧，这样子，快可以回家嘞。还没遇过上课。没有辣，就是完全没有辣的。早上吃辣也太，好像还好。没有，我第一节课是早上八点到九点，没有。
我最近已经一点点爱上葱了。怎么讲？就自从吃了一兰之后有配葱，我就觉得哎，还蛮好吃的、哦、这样子。Hello， 塔瓦哥，你觉得醒来就中午热气氛？啊是，早安。真的很不习惯在这个时间开播，超怪的。嗯，我有送你他的升降器吗？没有啊，我还刚买了。攀升吗？加油！很快啊，这时间应该在睡觉，不是在直播的，你知道吗？嗯，现在确实是吃饭时间了，但其实我应该是可以直播完再吃东西的。啊。哈喽家属，平常假日都睡到几点、啊？平常假日都睡到一两三点，范围很大。你要遇到我，我已经开始嘞。我昨天一直输，我想可以醒，因为我已经醒来了。嗯。OK，yes。都不用删掉了，偷打，我没有偷打，我就光明正大的打。嗯。我还要看留言，一心三用。我也太忙了，很多事情要做，感觉。因为我每次基本上十二点这个时段我都不会玩到，因为我起不来。三颗星走炮，什么意思？啊，我没说要牌。我现在在练谁？练谁？出个九 ，yes。今天很顺利。我一直都是放马甲、欸，一起来，我没有练谁，就是佛系玩家。你要玩吗？不啦，我现在都没有遇到。嗯。你没有用那种无氪
无氪钻钻石房。什么是无氪钻钻石房？我还没看见什么毛利那个对。哎呀，张总没有按他，如果出 skip 的话，我就赢了。嗯，真的，他不懂怎么打牌的。不要用方法，但我一天就好像玩大概五局的，嗯，好像可以换了，这是蒸拌面。蒸拌面不是输不起，嗯，不一样。玫瑰不是会统计一只手推，然后前面会送吗？真的，可是我都打不到前面去耶。是真，这两包的量是吗？是两包量吗？可能有点可能哦。他为什么吃这么久啊？哦，我看看什么？那我现在就送你过来，真的？那为什么我都没有？算了，好麻烦。放进海里面的钻快石抽吧。其实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嗯，好鬼难看。我吗？不是我、啊。嗯。有没有爱心可以玩吧？对啊，我就是每天整那个时间。时间到了我就开游戏，然后没有爱心的时候我就不会把游戏打开，因为它没有，对，就没有爱心可以玩。出吧，爸！加二！现在出，出吧，爸！Yes。Hello, Steve。边吃边玩。对啊，就是我今天是一个很惬意的中午，很惬意嘛。我手上都是那个米饭的味道，你可以直接拿包子来吃吧，应该不会这样吧。没有，这是我妈妈帮我准备的。我今天也是有自己设闹钟的，好吧？但是我家讲这样我就起来，因为很热，我就开冷气，我就躺回去了。就是我说我手上没法的东西，然后两孩子都在这边，还有馒头加酱。
有中间人吗？我也无看，我刚无看。我妈如果现在有，我看我在直播，她想说你怎么那么，因为太不偶像了吧，就是有偶像该做出的行为吗？颠覆了你的想象，这么很，看着就饱了。而且我现在是。好像很多种啊，辛苦了，嗯，也是很吃，你说食量方面吗？你有吃很少是吗？我是一直吃东西吃蛮多的，但我最近老实说食量变得没有那么以前那么大。我觉得可能是学测的关系。最后一局了，有人要跟吗？仅此一次的跟。那你就，再回两天你就知道什么是不好讲的。两点。没有要干嘛？那我要开始了哦。因为他最近模仿你们，有没有想跟他绝交的冲动？他模仿真是太过分了，我没有那五音不全吧？我没有五音不全，我只是抓不到拍子而已。这两个事情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音痴，一个是拍子不好。我是拍子不好的那一类型。当时卢卡教我唱歌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你跳舞，因为我就跟他讲说我抓不到拍子。”他说：“那你跳舞的时候会敢拍吗？”然后我就说：“我不会。”他说：“哎，很就是很意外。”他说：“因为通常唱歌会敢拍或者是拍子不稳的人，跳舞都会敢拍之类的。”然后呢，我就去看了一下上个月的公演的影片，我发现我好像真的会敢拍欸。但是没有像唱歌那么的夸张。嗯，看电影，拜拜。为什么笑他每天都在看电影？其实我觉得跳舞好像拍子好像就微敢拍，但唱歌我抓不到拍子。翁大师如何诠释？敢拍这种东西很难讲哎，不知道怎么说。嗯。那还有人说，敢拍是故意慢个半拍场，后面就会。嗯。没有，我如果唱歌会敢拍，我就会带着舞蹈动作一起。我被搅胖了。怎么讲？就假如说今天在唱。想看
你哪首歌比较好？慢歌。什么那一碗？你说这一碗吗？这碗是面。假如说拼图好，我就会说你牢牢握住一片拼图，然后就不会敢拍了。谢谢 Sky 送一封信。啊啊！陈送的行李箱，浩一送的闪光星星。我们的设备和音响会让你们反应上犹豫或不明确吗？不会，其实因为我觉得。物美的场地并不大，所以好像不会有这种问题。这是拌面，蒸拌面。炒油面听起来很不好吃。因为我妈今天端进来的时候。房上我什么事啊？听起来还好，这边热热吃很好吃。我现在想吃猪血汤，那就是我的午餐。谢谢 Q 的分享直播间。我问你说，你唱清楚程度吗？好问题，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吧。出来之后我再跟你们讲，但是应该是没有。现在冯展上了爆竹。上次也以为有，真的吗？我上个月好像直播好像有一次有讲过说，就好像没有，但我很期待去英主跳前桌，但是就没有。凤仙现在不知道吗？我们这次。连公园城的任职都没有来，时间不够用。那你就帮他看了，没事的阿辉。这就买超市的，超市必须的。应该不用念吧？好像没什么好演的。谢谢为了看恩全餐，谢谢乌诺。是看我吗？确定吗？应该是直接走上。这边要筹备的东西很多，我脑袋已经快爆掉了。因为他看我，好的，还有一点人说好久你跳公园好不好跳出，那就说应该不会跳出吧。阿雄，你为什么讲我说我亲吻都会有点失误？我亲吻是零失误的，我那首歌是跳了全部 reset 里面最久的一首歌，完全不可能有失误。完全不可能，那首歌是我里面最熟的歌。你眼睛失误。陆克 ，Hello， 人好 ，Hello。那首歌我真的跳了好久，是我的主打歌吧。
跳最不久是柠檬，对啊，柠檬是跳最不久久的。我要立这个旗。哎、啊，我如果下次公演有跳错，那我就会讲。但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啊。其实我现在在想，我到底要几点去台北？今天。因为我要连续去两天，但是就是不知道要不要先提早去放个行李之类，好像可以，因为我正在提早准备。所以安安这次没想到问，这次换曲屋吗？你们上次会看到我在公演很中间，是因为我有些位置是站了瑞婷跟云爵的位置。对，下个月就会换回来的啦。祭品文吗？如果我公演跳错就没怎么样，好像也不能干嘛。我的痘痘很明显。我拿个人工皮贴起来好了。这会不会就劈腿啊？不好玩，不行，我没有东西。好像没有东西可以。下个月的站位又不一样吗？跟三月一样。就是。可以啊，浓度大。就是之后五月的就会跟去年十月的一样。我那时候其实我提议说，我说我们要不要一人一半这样子，然后就说他觉得不太好。所以我觉得他都没有跳，我也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讲。因为如果是粉丝的话，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偶像都没有上场吧。等一下哦。希望是健康上场，不要状态不好。五月有 reset 有吧？没有吗？五月没有 reset 吗？五月有吧？五月有吧？五月没有吗？有啦，应该吧？应该有吧？总之就是九方的食物别再碰了，不然之后就可能。五月不好说，但我觉得应该有，我觉得应该有啦，我觉得应该有。来换个妆好了，十分的惬意悠闲的一天。最近看这个妆感，还是喜欢用海绵霜。哎、欸，很会算哦。哇，超脱妆的，直接快要掉血了。洛克水球蟹送枫叶，皮肤太干了。不行，这样不行。
等我一下，我要把它卸掉，重新来过。没有，你们这样看其实很不清楚，但是我近看我就觉得，哇，天啊，这个地狱妆感。房间很大一间，房间没有很大一间，这台北租这么大的套房一万五，那都太健康了吗？重来吗？有这么惨吗？真的，你知道近看的时候真的是很好，好像现在看也还好。局部线，我就是你们看不到耶，就是我现在近看这样子的话，有点应该做什么浮粉吗？就我觉得妆感的效果没有那么的好，这套房算台北一户大小，真的、哦、这样子、哦，真假？毕竟我在台中，所以可能比较台中站好像还好。台中就是什么三房两厅，有些只有就一万多吧，1-2万，没有到那么的昂贵。我妈有教我唱歌技巧，她说唱歌其实就是在模仿别人，你要先找到一个模仿对象，可是我的老师讲。我不知道要学谁。就被翁老师凶了吗？没有，我们只有上过那堂唱歌课而已。你看，就到哪里，我都可以看到我有猫毛而已，脸上也会有猫毛。
没有，他是严厉的摸摸老师，回家要练习，这样。还是摸摸老师再看看，没有，他很严厉，他是一个严厉的人，可怕。有人要你交功课吗？他说他下次的时候要听，然后我们就没有再去上过了。对啊，发现一只蚂蚁大军，一只不会是蚂蚁，一只蚂蚁，等一下，再次杀虫，不好意思啊。好烦哦，夏天讨厌。你们喜欢冬天还是夏天呢、啊？我喜欢夏天，不，我喜欢冬天，因为夏天好多虫。嗯，好。一只吗？放过来，不行，你知道有一只就会有千千万万只，你知道吗？就算杀了一个，我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没错。引数梦之中，居然有你的每一天。好哟，没有蚂蚁也是，蚂蚁会被它的那个蚁酸的味道引过，应该，我觉得应该会这样子。谁不会喜欢？还是有人不喜欢吧？其实我不知道是谁。会在这里也基本上都是喜欢我的人吧。其实老实讲，我觉得我最近其实没有很有自信吧。Cody 什么意思？耶、yeah ！我没有去过。每个都会喜欢。哎、欸，玉婷你在、欸？你什么时候来的？每个都会被喜欢或被不喜欢吧？对啊，还是会有人不喜欢我、啊。刚来而已。流着眼泪说不喜欢，不过你是这种人吗？好，我决定我今天要这个脸，但现在阴影有没有？阴影，它不是痘痘，它是阴影。怎么可能不喜欢？怎么可能喜欢？没有了。最喜欢我尴尬的表情。会记得点掉。好的，谢谢 Cody 送的爱的烟火。那为何最近没自信啊？不知道哎、欸，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哎、欸，就是觉得说，我不知道哎、欸。觉得好像自己不在整体吧，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吸引粉丝，这一点觉得很没自信吧，应该是要当我不在、欸、这样吧，就是这样，嗯。豆豆很抢镜啊，我今天就这样啦。先侧着脸，有时候就胡思乱想，然后就走心了。对啊，大家都是这样吧？他会不会其实怎么样？这样这样，然后我走心了，撞墙起，不知道怎么进步吧？他有没有今天内心感觉少了些什么？可能
先问看成员。可是我不知道问谁，我每次聊这种东西，我都是跟柔柔讲。他就说，他说你就是，他说不要太在意什么之类的。弹性掌握不行，我是一个太理性的人，我跟他讲，我可能不会得到我想要得到的答案。我大前辈可以学操作，结果有一枚球直接爆炸。同魂香耶 ，Hello 小猪 ，Hello。是想得到抱抱之类的安慰吗？这也不是。你不觉得这种很没有意义吗？很没有意义。我会不会太没有那种浪漫情愫了？还没有意义。就是若只有得到抱抱安慰的话，你不能得到真正需要的，真正需要的解答。嗯，烫手半喝类型，我需要是要该怎么做才能改善这个现况的这种根本上的解答吗？但你会怕太理性安慰，就我要取一个中间值。这很理性，他的理性是被磨出来，并且很重要。对啊，我需要一节他的解答之书。对，我需要实质上的建议啦，但不要太直接。哦，怎么那么难搞？别人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也太难搞了吧。极度难搞的人，哦，就是我觉得不知道哎，就是上个月的抠声吧，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之前不在原因还是什么，就是好像可能原本会听到某个可能我唱的怕会听到很多喊我的名字的地方，然后突然间没有那么多人的感觉嘛，我不知道哎，秀秀阿福 ，Hello。我像在想路的解答需要很多时间，对啊，就是因为其实粉丝老实讲也是没办法，就是老实讲不知道，也没有办法解决吧。我会记得东西哦，抱歉，我是那种可能自己在意的东西，我会记很久的人。苏把特工 ，Hello， 小梅，怎么了？那我不在，再看看这个公演吧。啊，对，这个月的公演，我在看我的心境有没有好转。但是老实讲，我其实被嗡嗡安慰很多的东西，因为我有时候觉得说，哎，我是真的就是有资格被你们喜欢什么之类的。他就说，没有，你真的表现得很好啊，什么之类的，你是真的表现得很好，这样。米卡，位置不连，不然就他对着对啊，哎，其实我上次公演的时候，我看到。就是陶哥跟阿龟，然后杨雄、小小那些，我就哎、欸，我发现其实很多人举我的牌子。看七七谈，七七吗？有时间的话，因为好像时间都没有跟他搭上，就是没有什么见面，也不是什么没有什么见面，是没有机会有聊天的时间吗？因为像七七，他其实平常行动也是都跟。就是莱米吗？他们叫莱米吗？然后不是举托拉吗？没有啊，就举托拉就是算我的啊。你、欸、可是重点是超好笑，杨雄上次我说哎、欸，你一开就我说你现在才举吗？他说我一开就举了，我根本没有看到，因为 我怕我看到之后就会笑出来。其实就算做成你很忙，可是我反而在前座的时候，我就是前座的时候，我就会听到很多口声。不是，我一直觉得很疑惑一件事情，就是
我跟露卡明明露卡的粉丝比较多，可是不知道，蛮多人的声音吧？哦，可能那是我的位置就听不太到吧，可能是这样子，位置问题。好吧，我真的觉得是位置问题。你知道他也因为这样走心吗？真假的？他这样走，他走心吗？大家都走心。超笑场，汪汪带着你靠镜头，所以你整个笑场，超好笑哎！我真的突然很想笑，因为我们在后来去彩排那个《你是我花朵》，然后我们就是笑到笑到不行。我身上还只是被这样点，大家都很爱走心，就大家都听不到，就是我觉得是就是觉得太在意。就是有时候其实要学习着如何不那么的在意吧，我也在学习当中，因为如果太在意的话，对自己的心理其实没有那么的健康。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他的口声那么大，我那么小，就是觉得都听不到自己的口声这种感觉。我没有想到卢卡会这样也在走心，看来我们的走心点是一样的。然后快口吐白沫，我听到说法是多在乎自己的事情，可以做自己可控制范围事。对啊，就是做到自己可以做到的范围就好了。对啊，对别人眼光不可以控制，所以不要太在意。Don't mind， 我的睫毛一直掉了。为什么念别人留言的声音比念我还要大两分贝？你说你们走心的点吗？你会因为这个走心吗？其实老实讲，就什么念留言，或是就是可能谁进场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单纯就是我有没有看到而已。最近化好妆以后，然后再去睡午觉嘛。然后等下可能，我觉得我应该会提早去吧，去台北。我上班超忙的，就是。可能我下午要去台北之类，然后晚上又要回来这样。我想到觉得 ，Oh my god！ 最近留言走心仔，好像会有这种吧？为什么他只是睡一层都比我高两阶？这个是，这你要去问人家的爸爸妈妈吧？好辛苦，多注意安全。好的，可能想想恩恩自己有什么做能做到的事情，就能否得到？对啊，我觉得就是。我想想有什么是我可以做到的，我能做到的就是经营我的社群，然后在直播跟粉丝互动，练好舞蹈。那基本上唱歌这个东西呢，大家说唱歌其实可以练，但是在我眼中是唱歌是蛮天生的东西，反而跳舞是可以练起来的东西。因为我以前不是一个会跳舞的人。哎，举怪死我，就是真的最近没有东西可以发，我原本要发城南，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照片不太好看，因为我拿着雨伞拍，就觉得这好像没有那么好看，就觉得算了。唱歌是真的天分问题，是掉睫毛。现在我嗓子不适合全程用力，会对啊，做到自己能力范围所及的事情就好。
像有一个睫毛快掉了。那个房间怎么大？因为我在台中，我今天不在台北。它没有掉哎，它长得好奇怪哦。外面的唱歌老师好贵哦，我记得阿杰有去怎么上课过，听说很贵，但好像真蛮有效的。啊，温温其实有跟我讲过，他说其实你不是不会唱歌，而是你不敢唱出来。对，因为我对唱歌我没有自信，所以我其实不太敢唱。他说你要首先就是要先敢唱，就是因为真的会怕破音，所以就是不敢唱出来。OK， 只要改唱法就好。四维跟我，都是自己的极限了。嗯，会怕破音，我们是有点责任。你让他破，对他就说你就让他破，然后我还是我不敢。嗯，现在可以唱了，现在不行，因为我怕。黑圆 ，Hello， 兄弟们会的，我摸摸。上一堂课能第一天碗拉面，好像可以。你只会装你的破音。哎、欸，妮妮还有不是妮妮，汪汪有跟我讲说，就是好像说只要用喉咙讲话就很容易破音。所以他就说他尽量都用腹部在讲话，所以比较不会破音。汪汪是 TP 最会唱歌的人。真的很搞笑，就是大家只要有唱歌问题，通常都会直接说汪汪汪汪汪汪，感觉栗子栗子。像我就会找很多人，我就会找汪汪、栗子、米娅、卢卡，都找一次。我会找妮妮，我很多人都会找说，哎、欸，这里怎么唱啊？这样。一直讲话也没事，台湾歌你这样不行。我刚刚发现我刚刚夹睫毛超丑哎，我是哎呦，TP 蛮多人歌声不错，对啊，其实大家都蛮会唱的。专门唱歌的有啊，拼图 48，我好像去给人家做那个睫毛的那个什么胶蛋白，但是那是违法的东西。那个好漂亮，
在台湾违法，不知道在其他国有没有违法，好像美国那种就没违法。俗称的烫睫毛。做指甲、甲片之类的，我有去给人家做过指甲一次，但是我基本上我就觉得很麻烦。剪那个之后，睫毛会乱翘，好像会掉吧。但我看那个谁，黑酱吗？黑酱好像有做他的睫毛。这个网装的假面做指甲片，不是？你知道有时候什么开罐子什么，最需要用的指甲。我人很疼，为什么没感到高兴？对啊，一本一本。我晚上里面有思考自己有可以有什么展现吗？不是有什么能什么，就说哎有什么特殊专长吗？我现在就在思考，看我会上节目吗？连学霸都还没上哎，因为我们的首要目的是要先上学霸才能上节目的机会嘛。可是都还有上过节目。但我觉得节目组不会爱我这种长相，就是长相小朋友长相，小朋友，今天做一些准备不迟。那有人上节目，网络节目，可是我觉得上学霸后就很不就可以上节目了，所以我们的目标要先上学霸，就是有什么想上的节目吗？台湾的，台湾的节目，我想去天才冲冲冲，因为是共存的问题，所以才发问。想上选吧，加油！因为我就是真的觉得太强的人真的太多了，需要时机和运气。其实特技之类 MC 也可以用啊，那又打完三季吧，我早就打完了。这个离子夹好用吗？还蛮好用的，但是我如果要买，我会觉得希望 我会推荐大家买小智，我觉得小智比较好用，先练没损失。对，未来如果上选拔就可以用到。我觉得小智的夹流还比较顺，这个有点卡住的感觉。第三季还没打入过，快去补齐第三季。小智比较好抽的，对。而且我觉得带出门也比较方便，像我会带去公演的时候，我就带小智。蒸拌面的味道。我面还没吃完呢。我推男未成年，你说哪里？好期待三级生哦！哎，那个三级生的文章被删掉了，可恶！害我很期待哎，我也想知道啊，我很好奇耶。
对，希望名字不会有人有安，不可以有安的人进来哦。有安刷掉，没有了，开玩笑的。储存页面应该会那个吧，声卡吧。可以先去跟公司姐姐说，这不是姐姐的，姐姐们选的人是老板亲自挑选，然后我就叫你不行不行，那个人要用心思，不可以。我发文的话要记得匿名，比如说我学校消息。AKB 版发文不行吧？发 AKB 版发文要用那个。要用你校名，嫁不行，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我要日文名词，这名字。不管你叫卡琳，那我就叫。卡安。直接翻过去，笑死！可以一扇多用，不行啊！靠，这已经用过了，看，超好笑。哎，没有啊，我的日文名字就真的叫那个啦，我日文名字就叫秀卡安的，翻过去的话，看讲。可是如果发安的音很难念，我觉得。这么像满位的吗？有安都不行，嘉玉那边还在期待有玉三家，玉三家没有，我跟两个嘉玉加起来，我们叫做周嘉玉，我们是邱嘉玉，小猪 Hello， 周嘉跟嘉玉，周嘉玉，黑杰克先分享直播间，谢谢柠檬送的。闪光星星，明显，他昨天没有那么大一个，是因为我昨晚上吃了泡面。谢谢小医生偶像天团，周佳宇。滚滚 Hello， 谢谢冰淇淋送果汁，阿贵送行李箱，这几个送黑曜石，西雅道是要说过选姓陈，因为我们没有姓陈的人。不然他毕业比我就没陈，对啊，没有陈，因我觉得会有陈啊，怎么陈是大姓哎，怎么？我那时候觉得 TP 只有一个城就真的很酷，因为很难得。我们是也没有张啊，还是有张？我现在忽略了谁吗？我刚才忽略了谁吧？其实有张吗？哦，有哎，张法法有。哦，还有雨林。语音发法两个章，但是章章也很少，其实没有啊，我们有王吗？哦，有一家，还有什么？同桌你都忘了？对 ，TP 领了很多，不行，我要查一下台湾大姓。陈林黄，我们有黄吗？我们是没有黄。黄没有黄哎、欸，该来一个黄吧，他可以叫他可以叫 yellow。还有黄张李王吴有吴刘有蔡有杨，是没有杨啊，还是有？杨
我觉得羊不算大姓，一般上没有那么喜欢的，我好像姓就是姓氏。云界排名300-400多，很后面呢。黄很对啊，我觉得应该来一个黄的，真的，来一个黄，它可以叫 yellow。又输羊了。这次选拔林家军大胜，你说武丹吗？全台姓余姐只有300-400，很少哎、欸。我要看一下罕见姓氏排名。哦，真的很少。感觉这罕见姓氏就被人家记起来，因为很少。百家姓，我觉得会在大概50几个人吧 ，TP 50几个人，不然到时候一起升，到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人吧。一定有加，一定有，绝对有。我这样会太直接，不行。我觉得可能会有。经历，会不会有一批日本成员？日本成员吗？不知道会不会地偶哦？这什么？这什么？谢谢圆滚滚送的香槟，好酷哦！他直接把我画面遮住嘞，好猛哦！谢谢圆滚滚送的香槟，这特效超强嘞，好猛！超酷的，50几资源问题，会啊，我就会继续待在后面，我就跟你们 ，Hello， 我在这边哦，嗨，没有，三级生必须站在后面，他必须站在后面，不然我们二级生我们就真的是要挖塑胶走呀。反正58单都还没 cover， 但他就已经59单，他什么时候来问我一起 cover？ 他问我一起 cover 吗？可能有时间的话，现在很忙，现在来不及，现在太忙了。我以后就不会在最后面了。三级生快来！我现在没有那种三级生来了我会被那种吃掉的感觉，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那时候在看底下看到的时候，我有看到有一个人，他履历听起来很猛，不知道他会不会加进来。但那个好像他应该好像也20几岁，自信上来了吗？我现在自信上来了，没有啦。那会叫三爷跑去买饮料吗？我不知道，虽然会有认识的人，应该是没有。地下偶像吗？我不要讲好，万一害到他，如果还有进来的话，再说。但现在的内心其实肯定自己就是少一点，自己就有点少一点声音，可能吧。不会，我不是这种人。三级生都收集战力，我觉得不可能，三级生不可能。就我看忘记看到在哪里有一个人讲过说二级生招进来的时候会招几战力的原因，可是也没招全部都几战力吧。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练公演的关系，如果跳不好的人就可能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办，因为公演是很就是我觉得是真的是需要一点舞蹈能力的，不然真的学起来会有点痛苦。你们声音还算是一点点吗？我觉得其实蛮大的吧。那我们现在直播的时间跟晚上直播的人数是一样的。我说还是很多人来看我直播。
开始应该会骗，我也觉得，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个超级新人，然后就大概什么西单就会上选吧之类的。我要侧脸，那个痘痘还在那边。还是我呀？隔离不能出门，超级新人。六单是超强三期空降 C 位，六单吗？搞不好哦，空降 C， 我就不太可能了。要闹了 ，Cody 现在让我梦幻泡泡。我觉得六单太快了啦，七单吧。如果真的要空降的话，因为六像我进来的时候，那时候是三，然后四单我们也没有人上了，所以应该他们必须要七单才能上，不然六单上的话太瞎了。还有人没排前排，超级新人战士。谢谢啊，小时候救救你哦，是有一只什么东西在飞。叫大家的行动。那组织也很好看。我那时候好像是抱熊吧，好像是熊，对。但我认真对这种主题就哎，不排斥也没有到很爱。真要说起来，那也是练习过来，除非是不允许出纰漏就上公演。对啊，没有，他没有要被毁掉，他今天没有被毁掉。谢谢阿雄送猪猪你，知道耶。我都还没上学，他若七不是七级生，若三级生先上，我真的哭哦，我真的哭。用奶音宣传这是升血吗？奶音，你们 ，Oh my god！ 我若我妹看他就，哎呀，你在干嘛？我真的，我就先走心了，不好意思，我先走心了哦。你奶奶的毒蜘蛛，奶奶，我先去旁边开始哭，我没有力气，看就能说哎，不要哭了。现在马上招黑，不要小看酸酸。你说三级先上，然后上花絮。哎呀，我怎么没上选班？三级怎么先上啊？开始哭。世红 ，Hello， 请进来的各位不要注意我的痘痘。我要开美肌了，我不管。他没有美肌掉哎、欸。他怎么让我变白了？你还是很看好我的。走心也是会再次成男安安可以的。对啊，相信自己。下次就没了。没有，我觉得他下次可能还会在。他最好现在就给我消掉。大家不要看我的痘痘，哎、欸，好喂、欸。这样可以遮住哎、欸，还是我就这样？哎、欸，它可以遮住哎、欸，很棒、欸、很棒。还是我就这样直播？这都遮不住啊！好哎、欸，哎、欸、好哎、欸，就这个了，不好意思啊。需要眼镜的部分，只是我本人的眼镜放在学校没有带回来。这特效还是收掉，你说这个吗？这我唱的啦。
怕到总裁。我现在在想说我未来要做什么，我都完全想到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我的心灵会坚强的。River Hello Oh my， 谢谢 X 送的告白气球。但是播中午人会比较少，其实好像蛮不错的。但不行，就算大学的时候也是那个。但是我跟你们说，我如果上大学的话，甚至会抽选，就是由我来喽。我第一次抽选，真的，我第一次抽选，就是今年10月了，不好意思。我喜欢人少，可是人少其实有时候就是有些是真的你的粉丝才会来看，有些就是不是你的粉丝，搞不好就是可能人很多的时候就会晃一下晃一下这样子，我会忙爆吧。继续胡扯。三七，如果你可以再来一位姓周的 Team TP 三角洲，可以，很搞笑，可，再一位姓周的，我们是三角洲，好笑，把小周的传后面，后面比较好拍照，没事，不会，酷江 Hello， 看过我就直播间的大学生的生活，真的我没看过他直播。第三位姓周的就要去 Daisy 了吧？三周，三大周，我就敲我表姐。我妈也很担心我，她说你会不会一个人去台北之后，可能早上没起来就说哦，那我今天不去了。我觉得极度有可能。要平日下午。早安，杨雄。我看你们好像蛮多人也去喝那个芒果的那个，你们不觉得就是真的少了一点冲上来的味道吗？他如果有冲上来，就好喝，可是他没有那个味道，就停住了。芒果饮料，明天当学妹，什么明天当学妹？如果冲上来很好喝，我也觉得。我觉得你们可以去买那个。开啤，然后把它加进去，应该蛮好喝的。那一群人去喝，还被后面的新粉丝拍照。红 ，Hello。留下了果汁，没错，果汁。谢谢阿成送的梦幻泡泡，被当救明天跟学弟妹一起上。加点野格，什么是野格？你想想，但我不敢上去搭话。萌新的想法，我会怕。酒，我知道是酒啊，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一种。薄红，哦，有红包耶。工会都很凶。就是你们在吓新人啊，是不是三级之剑我要当严厉的学姐？让他知道，让三级生知道，我们不好惹，我们是不好惹的，小心点，知道吧？开玩笑的，我人好，我凶得起来吗？我会摆臭脸。你知道我那天去城南的时候，因为我就没有表情了，然后戴口罩，然后我就这样，然后沿路一直走，然后姐姐就说开心，他讲，
我说干嘛？他说开心点嘛。他说你看也不开心。我说没有，我没有不开心，我只是没有表情而已。我会脸红，我会想笑场。台中人都不好惹，台中人，台中人其实我没有不开心，我只是很没有精神而已。那次公演的造型，对，我就在放空那姐姐说你高兴一点嘛，你真好笑。那姐姐她是一个很，我觉得她算是一个慢熟的人。豆科 ，Hello， 豆科你一直都在吗？你是刚来？今天要几点？今天其实差不多可以关了。哦，红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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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来，早安。想问你们，就是你们发祭品文呢，你们都是真的发祭品文是什么？这是什么概念？是你希望你所希望的事情发生，所以你发送这些东西，还是你就是如果真的成真了，你会很高兴而发这样子？嗯，你们现在懂吗？一种哦许愿的概念。哦，假如说。哦，谁谁谁上学吧，我就发什么什么什么。想花钱，我也觉得你们是想花钱哎。庆祝，陈云真的，哦，陈祝，哦，原来陈希望陈祝，是希望。毛躁，赌一下。希望我的祭品文可以成真啊！请特殊大日子分享喜悦，日元，谢谢阿雄送的红玫瑰。安安的祭品文准备什么食物？准备什么食物？准备什么食物？怕你发不到。祝安不要让粉丝省到钱。拍一拍吧，那是真的祭品吧？我想想。谢谢阿雄送了好多的枫叶。老实说，也真的希望你们可以真的发出去。干面吗？我觉得饮料吧，我觉得饮料的感觉比较好送。如果真的要寄给你们，二十分一斤白米，听起来很……拿掉了都有很明显。有点明显，好吧。因为以前的饮料真是挑战大家的旁观的东西，你们就是等一下一堆人 MC 的时候就能去上厕所。
他吃喝东西比较好，他就是白米了吧？茶类，茶类会利利尿，真的。获得了新的知识，谢谢杨雄分享直播间。Hello 龙龙，茶类、咖啡都会。那不要乱，算了，不要乱立祭品了，不然到时候没有，就是一种心情落掉的感觉。请问单兵如何处置？习惯多多，离开人数是平常的数倍，好好笑。可是其实，哎，你们好吧，好像你们男生跟女生不一样。咖啡，这不是尝试吗？我不知道啊，我都不会啊。100我给你吧。那上六单选吧，公演前可以拿一片包大人。什么单兵？当兵的人会听到词吗？来一枪，来一枪。能摇法圈，那就送各位橡皮筋。那我还是不要摇好了。你们对摇法圈有什么执着？我这次四月是难得上封面耶，你知道吗？一年一次的上封面，一年一次的上封面。我跟你们讲，我进来之后呢，第一年上封面是五月护士，第二年上封面呢是花店，第三年封面就是这次的叫什么幼稚园。封面是一年一次吗？其实我算过，哎，一次可以上。一次可以上封面的人数是1、2、3、4、5、6、8个人。你看到八个人，然后乘以12个月份的话，就是96。96除以我们算一下37，37一个人至少可以上2.5次。45入的话，金卫就得一个人可以上2到3次。然后我一年只有上一次，代表说有人上了很多次，对吧？最可爱的幼稚园学生，下次看到我是明年四月哟。我真聪明，晚上是我们好的部分，必须的吧。所以大家下次看我应该是明年四月吗？我不知道，但搞不好会有变数，我不知道。I don't know。去年四月不是也是，我就觉得每年的四月好像都是很酷，就是都是这种比较气质或是可爱的主题。明年四月吧，我也觉得应该是明年四月吧。明年四月还有什么节日可以用？可以复活节突出吗？就你们谁想的？我觉得很可爱。那下个月就送各位橡皮筋。下个月如果上了就送橡皮筋哦，没有，不会上，不可能是2个月吧？对，这种时候很喜欢数学，不好意思，我就这种简单的加减乘除，我 OK 的。没有，之前复活节是在外面拍的，可是没有复活节突出。不会啊，就像夏天泳装，夏天泳装有用过吗？哦，就一次而已。万圣节用了两次啊，兔子，
就是特点是抽单哦，好像哦，对，好像对。换起来有跟华师一样买单啊，对啊，你们就是这么的肤浅。危险发言。你还好？是有30度热，现在吗？现在几度啊？那我今天早上是被热醒，今天26，现在26，台北多少？看看，反正台北今天一定是很热的。今天28，你们好热哦。没错，就是这么好预测。天气超好，对啊。看好你哦，谢谢阿雄。04/24，地狱哦，地狱。你们很羞辱了，大家就去买的。我没有，我没有羞辱你们。女装也是会看款式的。你夫身，你要弄一家的梗，学生泳装，那个也太，我觉得不行，那个款式不可能会有，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你只要白一点，目前我肤色刚好，夫身那种肤中。就是这台风之后去北上的。应该吧。刚开播的时候比较浮生，我吗？今天对，今天开播的时候浮生，我现在是肤浅的人。我比较肤浅一点啊，就是只看表面而已，不好意思啊。没有，我不是这种人。我其实很看在内在的人。男友圣三生写，我有看你们不是发那个什么吗？听 SH 有什么男装生写，我超有兴趣的，感觉很酷。不过有些人怎么看内在都看不到，他玻璃心是快速的一滴。圣女姐姐需要创意，你说姐姐吗？我想穿什么？我想穿西装。那我们可以，我想想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设计点？可以人鱼生血吗？美人鱼生血。可以台派吗？然后就穿一个蓝白拖跟吊嘎，好像真的蛮好的，超好笑。所以医生也拍过了，要买鱼尾来装吗？很白拖去买，很台我就喜欢，很棒。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神奇？美鱼人，尬车，你想想还有什么神奇？真的没有神奇可以拍的。你现在是在找这种主题，可是我现在没有想法。劳工少女，可以工地少女吗？一人听人，还有什么？
就是在台湾好像零可能拍中吧，零可能，完全不可能。我也没有兴趣。你把那首歌删掉。老实讲，我不是很喜欢那首歌。没有，我觉得台湾好像不能，我觉得好像不行。警花，我也想拍警察，可以还有消防员吗？好像蛮好的。来吧，来个迷彩军装好。感觉迷彩军装会有什么？会有什么什么？会不会有什么政治之类相关的东西？感觉自己爱 Hello， 批判之后会演上后爆红。警察吧，生存游戏。那我们要穿那个吉利服，看看。不要太正式，不然就是最正式的。明天就基本上没事。我来念吧。我话题已尽了，不好意思啊，各位。看到你好像走心祭品文之后，好像没有东西了。我那可以抢哎，谢谢陆克的红包。谢谢。好，我来列榜。对啊，你们可以差不多出门晃一下。还没吃饭的快去吃。第十名是德瑞伟跟林国，第九名是奕晨。第八名是阿龟，第七名是钟莹，第六名是 Cody， 第五名是阿晨，第四名是 Alex， 第三名是夜空 Sky， 第二名是圆滚滚，第一名是阿雄，谢谢大家。婚纱抽纸笔结婚证书，婚纱吗？婚纱几月啊？待会还要看迟到仔，你说萌萌萌，他感觉就会迟到。我等一下再看要不要去看直播。大家谢谢今天来，然后我们就拜拜。要叫什么午安吗？拜拜，就没有拜拜，没有晚安，午安也没有午安，我好怪哦，拜拜。期待七月有肚子，拜拜，拜拜拜，晚安哦，不是晚安，对，反正拜拜。晚安哦，不是晚安，对，反正拜拜。